访谈，今天我们谈本地医疗护理网络。卫生部昨天在进行部门开支预算辩论的时候表示，将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巩固基层医疗护理网络，希望通过社区内的医生团队、护士和基层护理调解员为病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那么也能够作为呢医疗体系的第一道防线。鼓励国人就近看诊，是不是就能满足病患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呢？医药费上涨，政府如何确保国人能够负担得起医药费？马上欢迎我们的嘉宾，卫生部长严进勇，您好。严部长好。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大家来这里谈一谈医药的问题。是，严部长，我们目前这个医药问题面临最大的挑战会有哪些呢？谈到医疗问题的挑战呢，我想第一最大的挑战大家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人口老化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常常说，人口老化其实并不是太严重，最严重的是衰老，因为人体的老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尽量防止衰老，因为如果人体自然的老化能够保持健康的话呢，其实老化年老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也是能够过得非常精彩的。但是如果身体衰退的，那么就对于家人、对社会就会造成一种负担，所以我们鼓励老人家在年老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身体的健康。那其他的挑战，第二，我想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医药费的问题。那么医药费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详谈。那么医药费上涨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原因，人口老化是其中之一。那么其他的原因也包括科技的发展，新的科技常常往往都是比较昂贵的，那么如果不适当的来使用的话，就会造成医药费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挑战呢，是我们资源的问题。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护士的团队，特别是护士的团队总是不够人，那么所以我们卫生部一直在致力的培养一对本地的核心团队，希望能够有这个足够的人力来帮助照顾我们的老人家。那么除了本地的团队之外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外来的护士来帮助补助我们本地团队的不足。那么第四个挑战也是最困难的挑战，不过也是最重要的挑战呢，就是如何帮助鼓励新加坡人保持强壮健康的身体。多动、少吃、按时进行体检，这是最重要的三部曲。听起来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在面对的是一个开销跟维持生活品质之间的一个平衡哦。那目前为止，请问政府有哪一些应对措施呢？那么对于这个开销方面呢，政府一方面通过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津贴，最近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津贴，比如说我们推出了建国一代的计划，帮助年老的一辈来应付他们的医药费。那么两年前我们也推出了终身健保，解决了一些住院的费用的基本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门诊的津贴，也包括推出我们的社区保健计划，所谓的 CHAS Community Health Assistance Scheme。我们老人家常常都说是蓝卡跟橙卡，这样的一个计划，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应付医药费的一些问题。关于基层医疗网络，政府也有进一步的措施要加强，对吧？具体有哪些？对，在过去的五年以来呢，政府在这个基层设施的投资跟中长期的投资下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过去五年比起前五年的投资要多出了将近4倍。那么这表示政府在这个加强社区关怀、社区护理的这一段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我们的综合诊疗所方面呢，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开了2间新的诊疗所，在2020年之前还会另外再开多4间。那么从2020年到2030年之间呢，我们会再开6到8间的综合诊疗所。不过除了综合诊疗所的扩展之外，我们政府卫生部也正在和私人诊疗所进行这个合作，鼓励私人诊疗所也能够帮助我们来照顾我们社区里面的老人家跟我们的病人。就通过刚才我说的社区健保计划，能够和社区里面的私人诊疗所也一起配合，一起来照顾我们的病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整个医疗的重心从医院延伸到社区里去。这样的话，对老人家养病也比较方便，那么费用也比较低，那么也比较能够维持。
对老人家来说，希望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得到一些相关的资源的话，除了这些诊疗所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去寻求帮助的目标？啊，对，我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就是把我们的建国一代办公室转换成乐龄关怀办公室。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关怀乐龄办公室呢，能够更有效的去关怀我们社区里面的老人，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挨户挨家的去访问他们，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通过我们的AIC 卫生部的 AIC 能够协调各个部门的这个服务，为这个老人家提供一站式的更方便的医疗服务，不单只是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为他们提供一些平常生活上的社区的服务。那么我们也加强了卫生部跟社区发展部的合作，希望能够为老人家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原地养老。那么看到说起这次的调整啊，有很多包括这个看病时候的费用付费方式一些调整。首先请部长分享一下这个保健储蓄支付门诊费用有什么样的一种调整？对，在保健储蓄计划底下呢，我们为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管理计划的支付顶额从400元提高到500元。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最近几年我们的医药费也会逐年的增加，那么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负担也会增加。那么除了一方面增加我们的门诊的津贴之外，我们也提高了这个保健储蓄的支付额方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医药费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这个灵活保健储蓄的支付年龄呢降低到60岁，原本是65岁，我们把它降低到60岁，也是考虑到那些介于60岁跟65岁之间的病人呢，他们的津贴没有65岁的老年人多。那么他们的工作量也不比年轻人多，他们的收入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特别为他们提供这个方便，把这个支付年龄从60岁年限从60岁65岁减低到60岁。可不可以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再往下调低5岁或者在未来？我想当我们一宣布这个调低到60岁的时候，马上就有回应说好不好调到55岁或者更低那么不是不可能，只是我想我们暂时先调低到60岁，我们看看情形如何，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考虑再进行调整。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些关于资源的分配哦。那么昨天的其中一项宣布呢，就是接下来资深的药剂师还有临床专科护理师将来可以给病人开药。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改变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药剂师跟我们的高级护士都是有经过训练的，他们其实是能够进行为病人配药，那么他们还需要经过一段的熟悉，一段的培训，他们也会跟我们的医院里面跟诊所里面的医生彼此的配搭，让他们能够安全的为病人配药。这一方面呢，会帮忙我们减低整个资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病人提供更简单更方便的服务，他们就不需要等候医生来开药方。特别是那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因为有时候他们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他们的药剂，也不需要完全的更换药物。所以还是基本的对，所以他们会跟我们的医生逐渐的扩大他们的服务范围，这样的话我们就也能够更充分的利用这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源，让他们能够发挥更多的更大的功用。是，另外部长昨天在国会上也说，没有人会因为无法支付医药费得不到妥善的医疗服务，这个想问一下政府打算怎么样可以做到呢？这个我们要从多管道来进行，一方面政府会考虑到整个医药费用的需要，那么从我们的政府津贴方面来讲，我们会逐渐的调整确保我们的医药费能够负担得起。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自付额需要病人去负担，那么我们也有保健计划、保健储蓄来帮助病人来支付。那么如果有些病人他说可能我的津贴不足够，那么我自己的储蓄也不够，我的保健储蓄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保健基金，这个保健基金呢就是为这些特别的个案，
如果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支付医药费的话，我们可以为他们申请保健基金的援助，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医药的服务，不会因为付不起而得不到照顾。是，这时候我们真的要提一提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宣布哦，就是呢，关于这个购买私人综合保健，将来不会再有全额附加险的选择了。能说一下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考量点是什么？其实这个计划我们考虑了很久，也不是一夜之间，好像坊间有许多的传言，不是一夜之间决定的，我们考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或许更长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这个全额的附加险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从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那些有购买这个全额附加险的，他们的医药费比那一些没有购买这个全额附加险的医药费呢高出了60%。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全部的新加坡人都购买了这个全额附加险，是不是表示说医药费就要普遍的上涨60%，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全额的附加险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保险，它为病人付出所有的费用，所以病人在看病的时候，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不需要付一分钱。那么这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好嘛，那双赢嘛，那么医院不必担心费用，病人也不必担心费用。其实到最后不是双赢，而是双输。为什么呢？因为医院觉得病人不需要担心这些费用，所以就可以提供更多甚至有一些不是绝对需要的一些治疗或者是检验，那么费用反正是别人买单，不是病人买单。请问这一点有办法管制吗？这个我们也在管制当中，但是我们在管制这个医院跟病人之间呢，我们的体制本身，这个保险的体制本身必须要正确，要不然的话无论你如何管制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计划，待会我会再讲。但是最重要的呢，这样的一种心态，无论是病人也好，院方也好，谁的责任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跟自助餐的一个现象是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自助餐我已经还了钱了，那么我到自助餐里面当然是选最好最贵的嘛。那么怎么会去吃白饭呢？那么孩子吃饭说不要吃饭了，去吃龙虾吃那个螃蟹，还可能造成浪费。对，它造成浪费，也可能过饱，也造成肥胖，也是医药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个种种的原因呢，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病人会担心说，要是我付不起怎么办呢？要是这个共同负担额太高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和保险公司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可以设一个顶线。据我所知，据我了解，保险公司大部分都把这个顶线设在3000块钱。那么这个自付额也能够用保健储蓄来支付，所以不需要用到现金，所以我们也确保能够负担得起。要是真的这个自付也负担不起，刚才我说了，还有个保险基金，保健基金，希望这个改变能带来一个良性循环。对，谢谢部长的分享，谢谢，非常谢谢。那么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文化呢，必须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用心去体会。中国的知名舞蹈家杨丽萍，为了把家乡云南丰富的歌舞传统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创作出了大型的歌舞表演《云南印象》。手舞足蹈，鼓鼓相应，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力量。舞台上的他们是在把对大地最原始的情感展现了出来。好，稍后的诗成画意带你了解杨丽萍对舞蹈、对传统的执着。